要出去嗡一嗡一都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呀呀呀呀呀！嚯嚯！出身球，哇，好可怕！这个不要打伤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时候有点疼痛啊，是在所难免。哇，这个打到手哎！哇，这可能要换个代跑先去好好治疗一下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先踩上一垒垒包吧。不过这个好像也得跟主审先沟通吧。嗯。这时候是更换了这个背号61号的于德龙来做一个代跑。哇，这个触身球，希望陈金龙不要有。哇，这个打到手指。看陈金龙的表情都。相信观众朋友都可以多少感受到，应该是真的非常的疼痛，就最后要躲就没有闪开了。哇，打在右手的手指头握棒的那个手指上。现在攻占成了满垒，轮到石志伟的打击，3-4，这时候蓝哥只差一分了。垒上是换上代跑的于德龙，二垒上呢有郭彦文，三垒上是钟成佑。石志伟前一次是代打敲出了安打，管打员先来了一个好球。满垒的情况哦，第一个好球很重要。球速一落后，压力就来了。有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反弹球，一垒手接到之后先传给捕手，再往一垒送。哇，是这个跑，跑这么近来，其实也是很危险。对，其实这对自己并不一定有好处的。结果是一个 double play， 结束了这个半局3-4，拉米戈又追了一分回来。